3月21日消息，联想今日发布2023款拯救者 Y9000P 和 Y9000P 至尊版游戏本，首发售价如下。Y9000P 至尊版2023 i9-13900HX 加加 RTX 4090加加 32G 加加 1T 20999元， i9-13900HX 加加 RTX 4080加加 32G 加加 1T 17999元， Y9000P 2023i9-13900HX 加加 RTX 4070加加 16G 加加 1T 11999元， i9-13900HX 加加 RTX 4060加加 16G 加加 1T 9999元， i7-13700HX 加加 RTX 4060加加 16G 加加 1T 9899元，i9-13900HX 加加 RTX 4050加加 16G 加加 1T 9499元， i5-13500HX 加加 RTX 4060加加 16G 加加 1T 9499元， i5-13500HX 加加 RTX 4050加加 16G 加加 1T 8999元。配置方面，新款拯救者 Y9000P 至尊版将搭载 i9-13900HX 处理器，可选 RTX 4080和 RTX 4090显卡，性能释放可达250万。 Y9000P 同样搭载13代酷睿 HX 系列处理器，显卡可选 RTX 4050到 RTX 4070。 屏幕方面，新款拯救者 Y9000P 和 Y9000P 至尊版搭载16英寸 2.5K 240Hz 规格屏幕，500尼特亮度，10倍色深， 100% sRGB 色域，3毫秒响应时间。其他方面，新款拯救者 Y9000P 和 Y9000P 至尊版支持140万 USB-C 快充，最高配备330万感应适配器，电池容量80万 Ah， 配备 DDR55600 内存，标配 1TB PCIe4.0 SSD，